云峰幽徑，这是最后一集，我们就是在这一集把彩色完成。我们之前就是用墨画好之后染墨，局部上色，再来湿染。那现在就是要继续湿染这个过程，然后干了以后再最后的整理。我们要表现出这个深山幽静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情境出来。我们继续的整理画面，在现在还是在湿染中，把刚刚赭石色染比较重的地方，我们用绿色调把它压下去，因为阴暗的地方染一点绿色调也是合情合理的，在阴暗的地方比较潮湿，也容易有青苔。艺术的作品就是要借题发挥，所以我们取景的时候一定要有取舍，处理的这个手法跟这个处理的这个步骤也是要有取舍。比较暗的地方，我们调了花青，还有调了这个珠标，就带有一点曙灰色。我们染再加强比较暗的地方。前面的岩石中间那一块是最亮最前面，然后两边要慢慢做出它的层次。刚刚处理的地方，色彩赭石色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提一下。在整理的时候，就是要慢慢的这个处理。那这个过山洞的路，稍微染暗一点，让它深入的感觉。
路前面要一定要留亮，越远的地方就越暗。远山，我们现在也是开始整理。一边我们辅以吹风机把它吹干，才能够多层次的处理它的色调。远处的这个山上的这个色调跟岩石的色调都要比较淡一点，这样才能够推演。色彩要一次一次的处理，慢慢的堆砌。所以我们画一幅画面一定要很有耐心。所以李可染讲过，他的作品要苦心经营，因为他都是画山水画。同样的，也就是把山水画的处理的过程啊，一语道破了。要以色当墨，这样可以丰富画面的这个色调、笔法，还有它的最重要是它的质感。色彩慢慢堆砌，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出来，所以在色调上的就变得更加的丰富。所以我常讲这个山水这个颜色是在纸上调出来的，而不是在碟子上。这个 路面，这个上方岩石凹下去的地方，我们都染得比较暗一点。
我们在这个树木墨色比较黑的地方，我们调这个石粒，加一点藤黄。我们主要是要强调出这个树林这个苍翳清脆的这个叶色出来。在湿湿的时候加上去，让它浅浅的浮上一层清脆的色调，表现这个深山里面常绿树这种苍翳的感觉。阴暗的地方我们也用这个绿色调稍微擦染一下，把比较重的暖色调把它压下去。接着我们吹干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在加强色彩。然后我们现在再用浓墨加的树的枝干，准备要处理出红叶出来。我们准备在画面里面加一些红叶，这样可以让这个比较平的这个地方让它更加富有变化。同时也表现出高山的这个林木的一个特色跟情趣。我们用矿物性的赭石，赭石具有覆盖性，跟珠标也是矿物性的。加的时候要控制它的浓度，太淡的显不出来，太浓的又太硬。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把笔洗干净，笔尖沾赭石，点下去的时候自然有深浅的变化。远处的这个红叶不要太红，免得喧宾夺主。点完了，我们可以顺便再把它吹干。色彩比较适合由远而近，我们从远的地方比较淡，色调比较不那么鲜亮，然后点到近处重点主题的地方，色调再加强，这样远近更容易处理出。我们点的时候顺便马上吹干，我们才可以了解它的这个深浅到底是怎么样。更远的山上，我们也点一些跟山下的这个红叶呼应一下，而且协调画面。虽然是同样的色调，但是要有深浅的层次变化。
近的地方我们就点的比较红一点。那如果红一点的话，当然如果有朱砂最好有可以用朱砂来点。由于现在朱砂这个购买不容易，以前都很容易买到，现在中药店都禁止买卖，因为朱砂是重金属，是属于汞的化合物，那汞是有毒，古代皇帝炼丹都是吃朱砂吃死的。那现在两岸之间法令上都禁止朱砂买卖，所以朱砂的取得比较困难。那假如说没有朱砂，我们就必须要用矿物性的赭石或朱标，再调一点洋红来代用。那假如说有朱砂的话，建议用朱砂直接点出来，那色彩更是漂亮。同样的红叶要记得一定要有深浅的变化，只要都点的一样红的话，就变得很平板呆板。那红叶加在画面，就让这个比较偏向寒色调的整个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活泼亮丽，而且使画面看起来更有精神。这个有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但是是不是该加红叶，这个完全取决于画面，而且要做出最明智的判断。